咱来三甲祈祷。无论你是伫厝内，还是伫礼堂，拢请你站起来。咱到主面前来听伊的话，以后三甲祈祷，请听主的话。安尼讲，我要俄罗耶和华，我的心啊，就俄罗耶和华。我也活的时阵，我要俄罗耶和华。我也伫世上的时阵，我要高颂我的上帝。耶和华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民，以慈修信实，直到永远。愿耶和华作王，直到永远。Praise the Lord, praise the Lord, O my soul. I will praise the Lord as long as I live. I will sing praises to my God while I have my being. Blessed is he whose God made heaven and earth, the sea and all that is in them, who keeps faith forever.The Lord will reign forever. 咱来三甲祈祷。亲爱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掌管万民，你掌管直到永远。你的话我甲阮讲，你持守信实。是的主，阮是软弱的人，常常对不住主，常常会得罪人，有时阵阁会陷害家己。总是因为主你是信实的。所以我每一次到你面前，凭着十二架宝血的功劳，求主赦免罪恶的事，你信实又公义，你就赦免我的罪。因为这样，今天早起我站在圣父、圣子、圣灵面前的时候，我又一次说，主啊，赦免我，我是软弱的人，我是容易跌倒的人，我是爱犯罪的人。求主予圣灵先生伫阮心内做工，无停的做工，常常的做工，予阮有通克服试探，胜过罪恶，为主来活，做主的见证人。今仔日你的百姓要三甲敬拜，求主的灵带领，予阮的敬拜呢是合主心意的敬拜，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兄弟姊妹，请坐。现在咱要三甲来吟诗，俄罗主。
感谢主，咱伫 online 接到诗歌，通用心灵诚实来敬拜咱的上帝。咱即时要用奉献来敬拜咱的主。恁若是属伫北京教会，阮鼓励恁奉献予恁的教会。但是恁若是属伫基督教阮系统，阮鼓励恁中心的奉献十分之一，来做上帝所属的好管家。申命记第十六章第十七节，我安尼讲：，达人着按着家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上帝所属的福分奉献礼物。所以这时，咱来用心灵诚实，接着奉献来敬拜咱的主。阮伫天顶个爸，阮满心个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真疼阮。伫阮拄着真侪款个挑战、真侪款个试炼个时阵，你犹原是甲阮相佮伫咧，犹原是保守阮，犹原是看顾阮，供应阮一切需要，犹原是予阮通身体勇健。阮今仔日通来用心灵诚实伫遮来敬拜你。主啊，求你调温阮疼你的心，互阮搁较侪来真心、真诚、真意、真力来疼你。主啊，求主甲搁一摆，接着耶稣基督你的宝血来抹空、洗清阮一切的罪，互阮通用清气的心来敬拜你。主啊，感谢你，因为你是一位疼阮的主，你袂放舍阮。阮为着阮当中教会中兄弟姊妹，然后身体欠安，求主伸出你医治的手，伫遮来医治，求主圣灵伫阮心内，伫遮来继续来做工，继续做医治的工作。做若有兄弟姊妹经济有需要，求主也是供应。主啊，特别保守基督教阮系统、阮基督学院所有诶会友、所有诶学生、所有诶家长，得到你诶照顾、你诶保守，互阮通伫你内面，阮通享受主你诶平安、你诶看顾，互阮通出入拢平安。主啊，恳求主你也是今仔日接到你诶话句，你搁一摆用阮每一个人来讲话。你造就阮的灵命，互阮接着你话句，阮灵命搁较侪强劲，搁较侪亲近你，听你话句，互你来使用，诚侪真侪人的祝福。主啊，阮来为着阮的国家伫遮来祈祷，求主施恩，祝福予总统、政府人员，主啊，互因会晓敬畏主，伫你面前做应该做的工作。求主予阮早日通赢过即款个 virus， 予阮阮个经济也是会较进步，予搁较侪人有工作通做。阮也予阮个基督，予阮个教会，予阮做基督徒，尽阮个本分伫遮来基督，伫遮来传福音，予搁较侪人通认捌耶稣，做个人个救主。阮将荣耀拢归乎你，奉主耶稣圣名求，阿门。现在是咱到主面前思想伊话语的时阵，今仔日要讲的题目呢，是真理甲异端。真理甲异端，圣经内面耶稣不甲伊的门徒讲即句话。伊讲提方假先知，因披着羊皮到恁中间，内面却是残暴的豺狼。耶稣讲提方假先知，因披着羊皮到恁的中间，外表看起来亲像是猪的羊，总是其实内面呢
是一个残暴的豺狼。耶稣甲伊个门徒讲一句话，可能今仔日主若伫咱中间咧讲道理，伊也是阁将这句话讲一摆，因为伫咱个时代，原在有这款个假先知。使徒彼得写批个时阵，伊安尼讲：伫恁中间也必有假教师出现，因偷偷将人灭，互人灭亡个异端引进来，甚至晓认迄个捌买赎因的主。使徒彼得讲有假教师，使徒保罗讲这款的人是假先知，是诡诈的工人，装作基督的使徒，这并不稀奇，因为魔鬼家己也装作光明的天使。保罗讲有假的使徒，而且咱搁一摆看耶稣基督的教训，伊讲迄时若有人对恁讲看基督伫即搭，还是讲伊伫迄搭，恁毋通信，因为必有假基督甲假先知出现，显大神迹甲奇事。耶稣讲有假基督，所以你若看圣经呢，圣经甲咱讲有假的先知，有假的教师，有假的使徒，有假的基督，有真理就错误的道理，有真先知就假先知，有真教师就有假教师，有真使徒就有假使徒，有真基督就有假的基督。其实真理甲异端啊，伫创世纪就已经看见了。上帝按亚当夏娃所讲的话，拢是真话，拢是可信的。魔鬼按夏娃所讲的话，是假话，是不可信的。有真的，还是有假的？这个假教师啊，伊是领导人，伊讲有人听，伊所讲错误的道理叫做异端。军队伊的人组织做一挂，迄个叫做邪教。所以实在名词，咱安尼分清楚。迄个带头的是假教师，是假先知，是假基督。伊所讲的道理，迄个错误的道理，无合乎圣经真理的道理，迄个叫做异端。所以咱讲到异端，毋是讲到一个人，毋是讲到一个人，乃是讲一款的教导，错误的教导。以后邪教呢，就是在接受这个假教师的异端教导的人。所以今仔日安尼就简单分清楚。这个咱看起来知是什么无？现在有的人知影，这是一个刊物呐，哦，叫做 awake， 还是讲警醒。较早呢，这个刊物的名不是叫做警醒，是叫做什么啊？守望台。后来呢，因为大家说知影讲这个守望台哦，是耶和华见证人的出版社呐，所以将名改改字叫做 awake。警醒，耶和华见证人，这个是一个邪教，因所教导的是错误的。因过去有一个主席，这个主席名做什么呢？ Rutherford。 Rutherford 做主席的时阵，在这个1914年那个时代就开始讲，其实呢，在末期啊，上帝会先给一群人国话，在人国话的时阵，会来到咱的世界，待在耶路撒冷呢，统治全球啊。所以有一个新的天国在人间咯。以后呢，因会将死亡除掉。在人是谁啊？
你甲我若想着讲会拄着死亡，咱会想起什么人啊？基督再来啊！总是 Rutherford 主席，伊讲唔是啊。上帝要先予一寡旧约嘅先知，甲旧约重要嘅属灵人国话，包括什么人呢？阿伯勒罕，包括摩西，包括大卫，包括撒摩尼，包括以赛亚，这些人对死来国话咯。啊，大家点耶路撒冷？啊，即、这个、全世界予因管，管啊真好势，真好势。1914年这样代志无发生。后来呢？过几年后，1918年以后，伊就搁采讲，讲这个阿伯勒罕、摩西、撒摩尼这些人，特别对死来国话，总是对死来国话，这摆哦，唔是要点耶路撒冷管理世界啦，要换另外一个所在啊！你知什么所在不 ？San Diego, California 啦。哦，所以要对 California 起好较好的一个所在来管理全世界。为什么伊会讲 San Diego 呢？因为这个 Rutherford 先生伊身躯无啥好势啊，所以当天时定来去 San Diego 啦。哦，对遐办代志个。所以讲这摆哦，这个撒摩尼、以赛亚因哦是要来 San Diego 啊。啊，因啊来哦无得人徛，那会做日啦。咱就该起一块厝给因徛啊！哦，唔知因有何人统治世界，啊就真是去买一块地，啊就起一间厝，真大间啊，十个房间啊！哦，就是要予在属灵的伟人对死来国活的时阵统治全世界。啊，所以呢，啊 Rutherford 讲啊，因都也未来个，这块厝我先该保管者，做 caretaker。哦，所以伊就住伫遐办公，住伫遐徛。一直徛12年，以后呢 ，Rutherford 先生就死去了。哦，撒摩尼因也未来啦，哦，所以呢，落尾几年后，耶和华见证人就将这个地卖出去了。假先知就是安尼。圣经格兰讲，有真的先知，有假的先知，这个是什么呀？哦，正平那本册可能。你若去一间旅馆，你会看到；你若徛 Marriott Hotel， 伊个旅馆内面哦，开拓的时有基甸会的圣经，阁有摩门经啊。听说叫讲 Marriott 是予摩门教的人买去哦，所以伊将伊个摩门经啊，放伫迄边。有一摆我去泰国开会，去泰国的时阵，唔是徛 Marriott 哦，徛另外一个啊，里下啊，这是大会甲咱安排，唔是咱选择的。你将这个拓开起来的时阵，有三本册啊。头一本是什么呢？基甸会的圣经歌。第二本是什么呢？摩门经啊。啊，第三本是什么啊？佛教的册啊。哦，咱在泰国大多数的人是信佛教的，所以拓开起来这款的物件拢有。所以这个呢，咱大家知影是摩门教。哦，还有一寡啊，中国人。接受摩门教总是唔爱这个名，因为听到摩这个字哦，啊，可能会想到一个对路的天使啦，吼。所以因爱讲咱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即讲啊，现等咱拢袂晓讲啊，吼。所以摩门教就是安尼。摩门教的发起人是一个人，名叫 Joseph Smith。Joseph Smith 讲上帝有许特别的启示，哦，啊，所以就开始讲道理。后来就有一寡人跟随伊。跟随伊的时阵，全怎安呢？伊就一摆讲，哇！上帝阁予我新的信息咯。伊就讲伊的助手讲啊，伊的助手名叫 Brigham Young。哦，今仔日你若看美国大学的篮球赛，有一队真强的，叫做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哦，就是这个摩门教的学校。啊，所以呢，伊就甲这个伊的助手讲，上帝予我一个新的启示。这个新的启示是咩呢？咱要救较侪人呢。怎样讲呢？就是讲哦，咱人啊，那死啊，那心无门教哦，咱的升天正做小神呐、啊。上帝是大神哦，耶稣也是小神呐、啊，啊，咱也是小神哦，啊，总是咱做小神哦，这是难咩呢？你会无通做小神呐、啊？总是呢，照这个启示跟咱讲哦。咱的母哦，带着咱哦，到天的去哦，
因会变小女神 goddesses。所以哦，咱就听咱在姊妹啊，哦，咱就尽量甲因牵手啦，哦，啊，下摆咱变小神，因大概变小女神个，哦。本来 Brigham Young 听到这句话，伊未接受啊，伊讲无种个代志啊，总是唔过伊唔是头兄，伊是第二个啊。所以大兄讲哦，落尾伊滴压伊无法，伊就接受。所以落尾因牵遐侪波，哦，啊，就是讲因为以后要升天，将在救救去去。啊，真侪富人人啊，相信这句话，吼、哦，就甲边牵手。所以咱在伫世界真侪所在啊，摩门教诶，南美拢是较侪波。后来美国、加拿大有咧掠咯，因为是犯法，吼、哦，啊，因则开始无遐尼公开咯，啊，秘咧做，只是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甲摩门教是咱常常接触的，总是最近呢，咱有一寡朋友阁接触着一个新的异端。这本是因的册啦，已经翻译做英文咯。这个异端呢，是1991年伫中国开始的。你若看嘉平迄本册叫做什么呢？话伫肉身显现 ，The Word appears in the flesh。这也是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两个人啦，哦，所以呢，啊，这个女的哦，伊是姓杨的，啊，这个男的是姓赵的，所以这个姓杨的女的呢，就是30年前哦，要去看大学，看卫生啊，卫生的时阵哦，精神煞无好势，精神无好势的时阵去参加一个教会，参加一个教会了，伊讲伊会看见异象啊。上帝会看见新的物件，哦，啊，伊就开始给写落来，哦，啊，讲这个啊，其实啊，基督已经来了啦。咱的天后耶稣再来讲，其实已经来了啦。总是甲顶拜无相个，顶拜耶稣来的时阵是男的啦，总是现在来哦，耶稣是一个女的啦，哦，啊，就是这个杨香槟女士啊，哦，啊，伊就是。再来的基督哥，哦，伊就是主基督啦，哦，后来慢慢一直讲讲，我讲伊就是全能神呐，哦，所以我去看伊的册啊，哦，伊啊读者迄本册是上帝，伊讲上帝对1991年到2014年这14年内面，嗯，伊所讲的话，所看见的影像，伊拢总写落来。我看伊这本册开始讲的时阵是讲全能神，全能神，全能神。罗贝，你再怎话讲，伊无过安尼讲，伊讲是我咯。顶摆讲，为什么你唔信全能神？为什么你唔听全能神？后来变作讲，为什么你唔信我？后来讲，为什么你唔听我？原来伊哦，主基督就是全能神呐、啊。哦，所以这个再来的基督就是全能神。啊，迄、那个男的是啥物人呢？啊，有人讲这是伊的男朋友，啊，有人讲唔是男朋友。总是这个男的就看伊讲这个女的写遐尼侪材料，人个信，伊就该包装啊 packaging 变做女基督啦，哦，啊就开始讲，恁就听伊的话，啊就开始该出版，该安尼宣传，哦，啊落尾因为中国政府看见这个异教无好势，要抓咯，啊所以呢，伊就做假护照 false passport， 啊就走啊到啊美国去美咯，哦，所以现在两个。拢是伫美国咯，吼！只要一个老人，你来看伊个鱼啊，受真正大个伤，伊个鱼啊，叫人做啊，干那只安尼呢？因为伊唔参加这个东方闪电派，就是独家这个全能神教会，哦，较早叫做东方闪电派，落尾大家知这个名咯，啊，所以伊就换名叫做全能神教会。伊唔参加，所以鱼啊去煎，听说叫伊唔是一个啊。有20几个家庭教会的牧者，就是传道牧师啊，因为唔参加，也是去捡鱼啊啦，哦，啊，所以你会知影讲，为什么中国政府要抓这个人个，哦，因为你安尼是咧伤害人咯，已经无好势了。有一个美国的牧师名叫 Dennis， 哦，伊常常去中国去啊讲道啊去香港，所以有一摆去香港开会的时阵，啊开会了散会，就有4个妇女啊，伊讲。Four ladies 来个围咧，就一直在辩论。原来是什么人啊？是东方闪电派的人啊！哦，所以一直在讲，讲完路要无法哦，说起手要给拍啦。哦，
啊，伊唔敢拍过，伊转介合上就是合一张相起来，哦，在人强强，要介摄，吼，要介拍。咱这个世代啊，是有异端啊。耶和华见证人甲摩门教是十九世纪美国出现，迄个时阵美国有分型，有分型的时阵就干哪，魔鬼啊，制造伊的假分型，有分型家。魔鬼就制造伊个假先知，欺骗了真侪人。今仔日咱看见二十世纪个教会，特别中国教会大分型，真侪人伫即个文革个欺压下面，搁较热心听主，看见有人愿意为主坐甘受死，因就搁较火热起来。教会大分型，教会分型个时阵，魔鬼也是会做伊个工作啊！哦，啊一寡有诶无诶显出来。予恁未晓听道理的人，拢受未遐。求主怜悯咱，这三个异端今仔日拢真正活动，所以我只能讲这三个，也有别个，以后若有时间会做讲。咱要怎样认出假先知？咱要怎样认出一个假教师？咱要怎样认出一个假的师徒呢？来，咱来三个思想这个课题。圣经甲咱讲，唔通消灭圣灵的感动。唔通表示先知的话语，凡事拢着察验，凡事拢着察验。先知的做讲袂，何伊讲，要随时信无，无就少察验者。看到底是怎样，咱要怎样察验呢？你看这条启示录，哦啊啊，耶稣啊，这个教会，哦 ，Sardis 的教会讲什么呢？我也知影，恁袂用恁歹人。你也曾经试验迄位自称是使徒，你其实唔是使徒的人，看出因是假啊！哦，也是有假的使徒。头先你着测验伊的教义，你着测验伊到底讲什么，甲圣经有符合无？头一项咱着爱注意，伊介绍的上帝是倒一个上帝啊？圣经甲咱讲。独一真神只那一个，三位一体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咱洗礼的时阵，常常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人洗礼。咱祝福的时阵，就是讲要得到天顶的福气啊，是凭着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祝福。上帝只那一位，三位一体真神。这个真啊，这个。第二是什么呢？咱要怎样跟这个上帝和好啊？圣经跟咱讲，世间人拢犯了罪，得救的道路是什么呢？圣经跟咱讲，耶稣基督的十架为咱死，咱无可能做，伊替咱做；咱无可能得到的，伊为咱处置。啊，以后白白享受好咱，这个是恩典。咱因信耶稣基督。你得救，异端真多会跟你讲，得救哦，你就参加阮的教会；得救哦，你就照阮的家事来行；得救哦，你就搁信耶稣。所以耶稣参落去，搁参几落行落去，你就知影讲这个是异端咯。救恩论无清楚的，就是异端。有话见证人跟你讲，耶稣唔是真有上帝迄款的上帝啊，伊是小神。摩门教讲伊是小神，东方闪电派甲你讲，基督哦，基督就已经伫现在伫纽约咧徛，顶摆是伫中国啊，总是予人逼逼说走去伫纽约啊，你就知迄个无好势了，哦，所以这个教导清楚，东方闪电派无相信三位一体，拢无相信，哦，个逻辑是啥物呢？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不信摩西？为什么不信撒摩尼？为什么不大家拢信？为什么真的信一个？咱信较多，敢是较稳吗？圣经甲咱讲，因为耶稣是啥物呢？太初就有意料，伊甲上帝同在，伊就是上帝。太初有道啊，这个道正条肉身住伫人的中间。换一句话讲。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无世界就已经有意料，
也无亚当就已经有预料，也无摩西就预料，所以是讲什么呢？伊是自由拥有的，伊是神，总是伊正做人，因为伊是神，伊无罪，伊无犯罪，所以伊唔应该死，伊也无可能死。总是当亚做正做一个人的时阵，伊会吹大咯，伊会腰骨咯。伊无小心去擦着刺，手会流血咯。伊予人钉伫十字架久的时阵，会死咯。因为正做一个人，伊就可能经过死亡，就是受人该受的审判。所以伊唔应该死，却是死咯。就叫咱在该死的人，唔免经过永远的死亡。所以只那伊是救主。只那一个就够了，所以使徒约翰看见耶稣的时阵，讲这个是上帝的羔羊啊，要除去世间人罪孽的啊。伊甲什么人讲呢？甲伊的门徒讲啊，约翰甲约翰的门徒讲啊，总是宰人我拢明白啊，讲啊羔羊就是摩西顶摆迄只羔羊啊，哦，啊摩西讲你这羊的血啊，裹伫这门厅内哦。啊，这个大件就未死啊！啊，后来摩西啊，到伫旷野对上帝这条启示，讲百姓讲：啊，恁犯罪着杀羊啊！这个羊的血就是代替你死啊，因为罪就是着死啊！约翰甲伊的门徒讲：这个是上帝的羔羊，唔是你甲我用钱去买来的羔羊，唔是迄个羔羊的人家己饲的迄只羊。是上帝为咱陪伴的羔羊，要除去咱的罪。耶稣，真的耶稣。咱今仔在讲，只那一个真神，就是三一上帝呢？咱今仔在讲，咱得救是因信称义，只靠基督呢？咱今仔在讲，救恩是靠着恩典呢？在龙中堆倒落来啊，就讲到第四点了。第四点是讲到。官位啊，第四点是讲到咱的信仰的根据。今仔日咱真侪朋友查经，咱真侪朋友听道讲道，拢讲什么啊？讲圣经啊，因为干哪子？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啊，就是因为圣经讲啊很清楚，咱才讲只那一个真神。就是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咱知影讲咱得救是靠着耶稣。就是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咱今仔日知影讲咱得救是因信就得着称义。就是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咱才知什么是真理。因为咱知什么是真理，咱才好分辨什么是异端呢。所以要怎我知影一个教书啊是先知是真的啊假的啊，这四项。伊那其中一项讲袂清楚啊，迄个就是异端。咱要信圣经还是摩门经啊？咱要信圣经还是读基督啊？伊那甲你讲两个拢信，你就知袂好势咯。唔是两个拢信，圣经是最悬的，你甲圣经无相，阮就唔信你咯。啊，你的查经照圣经讲，阮就信你。唔是因为你讲，乃是因为圣经安尼讲，哦。所以那有人来讲啊，我信圣经，总是我无信三一上帝，你就知讲哇，无好势咯。干那是奈安尼啊？圣经明明甲咱讲有圣父、圣子、圣灵啊，为什么无安尼做呢？为什么无安尼讲呢？哦，所以这四项就记起来。所以这是头一项啊，咱的确要查验因的教义。再再看到底伊是真的还是假的教书？搁落去是啥物呢？耶稣独家讲是讲，提防假先知，好手结好假枝，歹手结歹假枝。因为安尼恁凭着因的假枝，就通认出因来了。耶稣讲啥物呢？你着看伊的假枝是啥物啊？搁落去是要测验伊的假枝啊！哦，最近伫一个教会内面。有一寡会友啊，去拄到一个唔是真三八的人，即个唔是甲因真三八的人，该讲什么呢？
讲其实哦，恁教会牧师真歹啊！我捌伊啊，就我捌伊啊，伊是我的亲啊！你看阮的二姓三婶哦，啊，所以这个人袂得力啊！你忙去迄个教会，你就来阮的查经班哦。啊，真实那仔人就甲伊三甲去查经，查经无久讲，但这个仔你讲的那就无好势啊！我、哦、后来离开哦，才发现哦。就是全灵神教会了，东方闪电派，哦，该讲种的话啊，所以呢，因就去跟因的组长讲啊，讲阮去骗去咯，阮去买去啊，吼，啊，佮跟阮讲，这是咱牧师的亲人啊，哦啊，顶不拔伊咯，拔伊啊，佮偷偷啊，这牧师大牌人啊，哦，啊，这组长就袂平安，赶紧去问牧师讲，牧师啊，你有一个亲人，种的名字无？牧师说不知道他说我寄一张照给你看转寄一张照给牧师看牧师说这个我都不认识他、哦、完全不三八、哦啊、他的牧师、哦、是万南人所以他的亲戚万南人、啊、这个就不是万南人、啊、不要说万南话、哦啊、所以后来去发现说哎呀这个 是骗人的所以你看他的格子说一个人若是真的先知、真的教师、真的基督徒，伊要带你信耶稣，伊会用欺骗的办法袂？伊会用破坏的办法袂？普通唔免啦，福音无需要咱用迄款遐尼差的手段。福音本身会吸引人啊，因为十字架是上帝的听，所以当你看见伊安尼乱来的时阵，你就知影讲这个袂好势咯。Rutherford 主席，一个叫 President 哈、哦，主席就话，伊讲撒摩尼要来无地人徛，咱该起一间厝，啊起了咯，也水也大间，讲但只伊也未来，我退伊保管啊，退伊 caretaker 啊，该照顾，落尾是伊咧徛，伊咧用啊，哦，是诶，所以你着看伊个格子讲，格子呐袂好势，你就在即个哦，应该是假诶高数，个落去是啥物呢？圣经讲唔通每一个灵拢信，总要试验去怀灵是唔是出自上帝，因为有真多假先知已经来到世界顶面，恁通怎样认出上帝的灵？凡是承认耶稣基督是借了肉身来的，迄、那个灵是出自上帝；凡若唔承认耶稣基督是借了肉身来的，迄个灵唔是出自上帝，你是敌基督者，诶灵是敌基督的灵啊，反基督的，哦，反对基督的灵。假是讲到什么呢？你要分辨伊个灵，你要察验伊到底这个灵是对倒落来。圣经个人讲，伊若承认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这是上帝。伊若唔承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讲耶稣就是一个人出世，伊是敬畏主的，啊，像摩西这款属灵人，像大卫种的属灵人，啊，落尾伊就推难死，啊，死了啊，伊真伟大，哦，啊，总是呢，啊，伊唔是神，哦，伊是一个普通人，啊，你就在迄、那个，唔是道成肉身来啊，伊是指啦，肉身呐、啊，本来就肉身咯。不是太错，那个道成做肉身，你就知道这个是异端的灵，这就测验。最后一项是什么呢？就测验什么啊？圣经在旧约里面跟我们说，一位先知奉耶和华的名讲话，如果那个话不成就，也不应验，这个话就不是耶和华说的，是那个先知南山家己说的，你免惊伊。免惊伊，就是讲你免对伊客气啦，哦，免对伊客气。遮讲到啥物呢？然后一个人讲耶和华是耶和华的先知，耶和华的使徒，啊，就讲到将来要发生啥物代志，啊，无发生，证明啥物啊？唔是上帝讲的，是你讲的，所以你要测验伊的预言呐，哦，啊，咱在无偌久伫即个 Kansas， 哦，啊，有即个先知啊，因讲伊是啊，因讲伊是使徒。所以呢，这个使徒啊，安立一个牧师啊，新的牧师哦，
啊，安立的时阵呢，就有先知起来讲话。哦，咱在今仔日啊，有一个集体啊，因讲全世界有3000几个使徒啊，唔是先知啊，比先知牧师搁较悬，叫做使徒3000几个，因家己三安立做使徒啦。哦，所以大家使徒。所以讲啊，这个看杀这个新的啊，这个新的牧师啊，哦，伊讲这个人哦，迄个先知讲。讲这个人哦，唔是一个普通人，上帝要大大用这个人，用伊来改变世界，全世界要受伊的影响，所以这是真伟大、真伟大的这个人，要先知讲的。啊，讲了大家听，听了也唔知，哦，啊，着个唔知着几年，我袂记讲20年啊，几年哦，啊，着真伟大。所以呢，啊，无偌久哦，啊，这个聚会就了了，大家倒去了。诶，无偌久听见消息啊，这个新的牧师啊，哦，安立的迄个aneurysm啊，煞死去了，哦，啊，所以死去了呢，就有一个加州 California 的牧师就去问迄个讲，咁是你讲伊这个为上帝做大代志，什么遐尼侪年做大工啊，干那煞死去啊？你在这个先知怎啊讲无？伊讲就是因为哦，上帝要大大用这个人改变全世界哦，所以魔鬼管应该拍死啊！讲凶的话，魔鬼管应该死啦！哦，假先知就是安尼啦！哦，交代之来无，啊，伊就佫另外解释哦。咱会记得真侪年前哦，伫1980年，有一寡圣经先生、假圣经的人教书。讲什么呢？讲基督都要再来了，哦，所以1980年是 countdown to Armageddon 都要来了，无出嘴讲啦，总是大体上意思是讲耶稣差不多1988年还是89年会来啦。因为干哪只？因为以色列复国1948年讲，哎讲迄代人都未过去啊，的确系看到啊，所以呢，这代人无40年咯，所以1948加40差不多1988啊，啊，所以迄时大家真紧张啊。佮拄好1980年哦，欧盟啊，哦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accepted member number 10 Greece， 希腊加入变10国，伊讲就是启示录迄个10个头啦，就是迄10国了啦，哇，真实啊，世界都要煞咯，啊，落尾1988年计都无代志啊，89计也无代志啊，90年也计都耶稣都无来啊。所以真侪种个假教师乱讲话，哦，啊，所以只讲什么呢？你要看伊个教义，你要看伊个假知，你要看伊是毋是圣灵还是邪灵，啊，你要看伊是毋是伊个预言是真实的应验，哦。咱要怎啊接啊对待假教师啊？头一项你若拄到，伊要招你去伊个教会伊个查经班，你头一项问讲，你个教会名做啥物？只能问伊个名，伊个名若讲袂出来哦，就是有问题了啦。普通即个教会若无问题，伊公开会甲你讲名。第二，伊若唔讲名，你问伊讲啊，无恁教会伫倒落啊，啥物组织啊？伊若即个搁再讲袂出来哦，搁再有问题咯。伊要招你去一个所在，唔甲你讲啥物所在，也唔甲你讲伫倒落，怎啊迄个？恁是伫倒落咧聚会啊？伊讲无伫啊。会友的出来，啊，无落尾摆伫倒一个出来啊？伫什么所在啊？在那个讲袂出来哦，你就知讲，伊有咧藏物件啦，伊有咧食盖。佮落去什么呢？你问讲，你的牧师名做什么啊？伊讲，阮无牧师啊，啊，无迄个带领的人名做什么啊？伊讲，无阮轮流带领。伊讲 ，OK， 恁的创办人名做什么啊？就是恁开始的第一头迄个名做什么？伊在那隆重袂讲你出来哦，要赶紧走咯，无好势了，哦，真简单。个落去是啥物呢？你若甲伊讲哦，我已经有教会了呢。那普通哦，那是传福音的人哦，讲啊，感谢主，恁啥物教会啊？哦，也好啊，你伫遐聚会哦，就继续查经听主哦，好势啊，因为拢教会嘛。总是伊若佮你讲无无，其实阮的查经也好啊。伊个意思就讲，恁个较无好啦。其实，阮个聚会也属灵啊。
意思是讲，刚才恁较无很熟练，开始讲安尼甲你讲，你就开始有问号了 ，question mark， 到底这是咧干哪？那讲较久哦，伊若讲袂过，讲普通伊会阁甲你讲哦，其实都真侪教会哦，是假教会，真侪教会查经哦，无好啊，讲无清楚啊，讲唔对啊，真侪牧师哦。是假牧师啊，开始安尼讲咯，伊无直接讲你的教会，伊讲真侪教会。其实到最后，伊是要讲一句话啦，可能迄时未甲你讲啦，总是到你去参加，伊会甲你讲。最后，伊是要甲你讲，其实恁拢总是假教会啦，只能阮乃是真教会啦。所以当伊甲你安尼讲，只能摩门教才是真的，村的拢总假。只那这些儒基督在真的村的牧师拢种个，迄时你就知影咯。就怎话？圣经个人讲，如果有人到恁迄搭去，无传这个教训，恁唔通接待伊到厝内，也唔通该问候，因为问候伊个，就伫伊个排台子顶面有份。所以唔忙该讲哦，安尼，请你平平安安的去，请你顺顺利利的去，袂做该问候，也袂做接伊来到厝内。这是讲到什么呢？唔通接待，唔通交往，拄着假先知、假教师，唔通该接待，唔通请伊去恁家，唔通去因家，唔通请伊去恁朋友的厝，唔通请朋友去因家。唔通甲伊交往，哦，啊，将伊个电话号头切起来，啊，伊若甲你参加一挂个，看是 Viber Group 啊 WeChat Group， 甲伊切起来，唔通予伊伫你个朋友伫恁个查经班中间来压这个毒精啊，哦，所以求主帮助咱。所以要怎样对待一个假个教师呢？头一项，你该问问了，计袂清楚，计唔讲，你就赶紧避开。那是知影讲，这个是假先知咯，唔通接待伊，唔通予伊工作做得加较轻松、较方便，免加予伊一杯水，加予伊一碗饭，免。圣经讲，你若安尼做，你伫伊个罪顶面有份，咱唔爱。伊是咧团圆团的，你咧帮衬伊，你咧该饲啊，袂做得啊，哦。佮落去是甚物呢？咱就测验伊个交易，咱就测验伊个假知。咱就测验伊是甚物灵伫内面咧做工诶，咱就测验讲伊讲诶话有准无，是有言无，求主帮助咱，求主帮助咱，徛条伫真道顶面，提防假先知。来，咱到主面前，咱来三甲吟诗，今仔日。的回应是：天父，我在一生光阴。天父，我在一生光阴，是你为我红台，所以将来的。随便给他们忙免灾
就你的子女带我咱现在要三合来祈祷，所以无论你伫什么所在，拢请你徛起来。咱要交伫主面前，三合来献上感谢的祭。阮亲爱的主，阮感谢俄罗斯的听，因为你是真理的上帝，伫你内面无黑暗。阮感谢主，你查见你的圣经交伫世上，伊甲阮讲，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人就无伫黑暗来行，是的主，阮要跟随伊行，阮唔爱伫黑暗来行。感谢主，圣光显明人间，叫阮有法通行伫真光的内面。求主帮助阮，提防这个世代的假先知、假师徒、假教师，互阮知影讲，阮要相信。主的话语，主的话语已经赏赐阮伫圣经内面。求主帮助阮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伊是天的人间唯一的救主，无有别的名字，只那耶稣的名，叫阮通得到拯救。阮感谢主，阮因信耶稣就通得到称义，毋是阮做得偌好，毋是阮甲偌敖。乃是基督的十字架的功劳，已经是足足够额了。阮求条十架，阮就通得到拯救。因为阮得到拯救，阮要活出基督爱阮活出的生命，阮要结出果子来，有善行，有美德，和主名得荣耀。感谢主，和阮明白圣父、圣子，佮有圣灵。感谢主，阁予圣灵住伫阮的内面，帮助阮明白一切的真理。感谢主，予阮恩典拢交额，到今仔日，阮大家也伫咧，阮大家也是有法通敬拜，也是有法通吟诗，有法通讲道听道，有法通伫主的面前来献上家己，求主的恩典继续随着阮。予阮这个恩典的百姓，也通做感恩的百姓。咱现在要三合来祈祷，主教导咱的祷文。阮伫天顶的父，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伫地顶，亲像行伫天顶。阮日用的米粮，今仔日赐予阮。赦免阮的罪，亲像阮也赦免得罪阮的人，无叫阮拄着试探，叫阮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现在三甲领受主的恩福，但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随着你。但愿圣父上帝的慈爱也随着你，但愿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也随着你，愿三位真神保守你身心灵
拢健康，拢丰富。今仔日安尼的祝福，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阿门。